One, no bread, okay? So one with the lettuce. Okay. One with lettuce out. Okay. Okay. 应该是说在... The single one or the double one? Double one. Double one lettuce wrap? Yes, just one. And then... 你要不要? Say cheese!总排队排了两个小时，然后现在没买到。然后为了等一张哈利波特的票，居然没等到。对，我们想要看哈利波特的百老汇，结果没有买到，所以只好在现场买了后面几天的，买了下周三的。只买了三张。对，只买了三张，因为我不爱看戏，他们爱看戏，然后一张票花了$500，我的嘞，比我的滑板还贵，是怎样？然后你们要好好看哦，要目不转睛哦。我没有想到，就是会，因为我们要想要三个在一起的位置，比较便宜的已经没有，所以我们只好买贵一点点的。可是没想到贵一点，就这么多点哦。哪有点啊？一张500块，哪有一点点？可是平均的票价好像也要300块左右啦，所以就是大概是贵$200左右。然后他们礼拜三要去看《哈利波特》，我那一天再去做别的事情。可是我们看的那个《哈利波特》，它其实有分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所以比较久、啊、对他就是2:30一场，7:30一场，同一天一起看。对，所以他其实就是等于说是我们等于看了6场的意思啦，看了2场的意思，6张票。还想说服我，明明看2场花那么多钱。我们这次住的酒店呢、啊、是威斯汀时代广场，它交通非常的方便，跟各位讲一下。哎呦哎，他被挤扁了吗？哎、欸，你为什么四个人要跟我挤在一起？因为我们现在不用推。我想要跟妈咪有自己的空间哎。哇，今天纽约的天气非常的好，哈利波特啊就在那边，走路3分钟就到了。2分钟就到了。然后这个汉堡非常有名，应该是 Shark Shake 吧 ？Shark Shake。Shake Shake 吗？我不知道怎么念哎。可是它其实非常的近，就在那边。妈，你有觉得美国的红绿灯都是参考用的？觉得大部分行人纽约的红绿灯啊，很大部分都是参考用。这边人都很紧张。他们很多人真的都是红灯也继续走，红绿灯也继续走。大家都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啊，反正我们就是跟着人潮走，是 S H A K E 跟 S H A C K， 正确念法是什么 ？Shake Shake 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知道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反正我们今天就要吃这件。One, no bread, okay? So one with the lettuce. Okay. One with lettuce out. Okay. Okay. 应该是说在 one. The single one or the double one? Double one. Double one lettuce wrap? Yes, just one. And then... 你要不要? Say cheese! Single shack, one double shack, no bun. Yes. One double shack regular. Yes. And then 2 shack burgers, right? Yes. Single. And have beer? Small or large? Large. 对啊，啤酒当然喝大的。
some hot drink? Hot drinks? No? Okay. 就这样，我们喝水。哦，啤酒，啤酒。I like it. Be careful. 最后一个，我先走，快点。你唱，你不要喝啤酒，你贪心点那么大杯。它的这桌子蛮舒服的，这是木头质感，有花纹的。是真的木头。是真的木头哎，感觉很不辣。是，就是是真的木头，可是不是说非常好的。我觉得它这间店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汉堡店有啤酒，超加分。超大杯呀、啊！很大杯，这杯多少钱？看一下，7.89，而且它这个生啤很好喝，非常好喝。来Shark Shake一定要喝一个啤酒，超棒。有生酮汉堡油哦，在这里。有生酮汉堡哎，你看。哇，我的鸡蜘蛛条，这个我没有点成功，这个是没有汉堡的，我就跟他说 without bread， 用的破英文果然是有用，我还跟他讲了 keto diet， 应该他就听得懂了，可以点没有面包的哦，超棒，而且是 double， 我们这三个都是 cheeseburger， 只是这个也是 double 的，然后这边还另外点了一个 hot dog 跟一个 cheese 薯条，看起来超棒的，好吃吗？好吃，好吃的，好吃吗？好吃，超好吃。Cheese 最主要它有个奶味啦，对不对？它不止 cheese 的味道，你会觉得它那个 cream 的味道蛮重的。薯条好吃吗？它里面很大 ，cheese 味很重。cheese 味，你不觉得它还多了一个奶味吗？那你来吃一下它的 burger。我现在试一下它的热狗。吃热狗。一起吃，你要连面包一起吃才会准啊！那个面包感觉很不一样。对，而且它的热狗有切开，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去看看它的味道。不好说，不好说。它的热狗味道比较咸，味道比较重一点，它吃起来是比较扎实。它的热狗吃起来比较硬，有点像是，虽然不是有一种香肠吗？吃起来会装在包装里的那种。那个德式香肠。对对对，比较像那一种，不像热狗。那你喜欢硬的吗？中热狗不是要比较硬的，我觉得这种硬的可能要喷汁，它没有喷汁。真的哦，那要好再说。讲完结。可是我觉得，等一下，可是我觉得它太小只了，如果能再大只一点会更好。可是大只一点，再硬一点，然后再会喷汁。可是它不是，它感觉不是像那种烤，就是烤过，它只有煎过，它有大油煎过。可是我觉得不能一下，它有一种焦焦的味道，不能一下子就喷汁，这样不好。它没有喷汁，它从头到尾都很硬哎、欸，就是。对，它真的很硬，很硬。来吃一下它的 burger 吧。哎，我要汉堡哎、欸。double 被它吃走哎，吃 single 了。哇嘛！好。这是它的招牌，叫做 cheeseburger。就是里面有青菜、有番茄、有肉的、有 cheese， 这是它最基本的。它的面包感觉就是皱纹很多。皱纹很多，看跟你差不多嘛。我要吃，你没有皱纹哎。我要吃喽。面包奶油味很重，它的面包汉堡皮很像餐包，像餐包，就是餐包。餐包好像变廉价。餐包不是有那种就是里面有加奶油的吗？它就是这种肉的话，感觉上它是真的的肉，啊，不然是假的吗？不是，就是有一些就是吃起来感觉很像很组合，可是它真的是有肉感，就是它是有敲打过啊，然后吃起来有大块有小块，比较不均匀。好、啊，好吃吗？番茄放到2块，一般大家就放一个吧。啊，多少钱？这个多少钱？不知道。你老公不剪，你就不知道。看一下多少钱？5.69。这一个汉堡5.69，就是150块台币左右啦。超贵。可是好吃。一样啊，你是 double 更贵。鱼的要8.40。我们吃饱了，要走了。推荐大家来吃这间吗？推荐，我觉得来美国一定要来吃一下，因为真的不贵啦。因为纽约的物价真的很高，来吃这个 Shark Shack 还是 Shake Shack， 到现在还是分不清。今天非常棒，虽然很冷，可是其实天气非常的好。赶快，赶快。Thank you.
don't care about the others. You said